好似而家佢取得喺香港第一場落馬咯。其實呢匹馬之前成日都有時都唔近，但就硬係出唔到頭，佢原因係邊咧？其實呢只馬係比較尺寸同埋佢比較均速嘅馬嚟嘅，係即係都要好睇嘅形勢啦。佢今日個形勢入面都話真係運態有呢個頭兩段個保速都係偏白。係啊，咁今日佢抽到個外面檔啦，咁開頭都有馬扯散咗少少啦，咁佢蝕翻埋去中間嘅位置啦，咁就可能攞一層長雨啦，外邊嗰個狀況可能就冇咁好，咁佢出咗出面衝嘅時間，出面可能條槍會好少少，不過前頭可能都話只馬都係拉屎都係係咁多噶啦，拉屎都係啱啱頂到啦嚇。自己係咪都係有一啲即係少少性格類型咁，有時啲馬出咗嚟出咗頭，自己望下嘢諗下嘢，都係呢一類嘅。佢又唔算嘅，只不過係比較尺寸同比較均速啦嚇。所以希望呢匹馬贏，之後可以繼續贏。希望。多謝曬各位。